哎，阿燕，嗨，就这样。早上，午安，都未醒啊，但系午安啦，应该而家系。哈哈，一个礼拜前，难得见到你喺我哋观星镇嘅开放工作室，咩风吹到你嚟噶？哦，本身因为我识水池嘅，系之前有喺台湾上过去嘅班咁。系啲咩经验啊？上过水池啲堂，哇，系一个辛苦嘅经验，系咪啊？点解系一开始，啊？因为其实佢有好多重复性嘅动作，或者要有好多定嘅动作，但系可能日常生活里边成日都好忙或者做其他嘢，好少可 focus 翻喺个身体度，可能一开始适应嗰阵时就会有啲辛苦。你做咩嘅？介唔介意介绍一下你自己哦，我而家系喺城大读紧 Creative Media，？OK，OK，系 Master 嘅一个 course。系 focus 喺边度啊？我而家因为我有跳舞嘅，跟住会focus 翻喺啲关于身体或者关于 performance 嘅嘢。都做咗呢方面嘅研究啊，或者系。系有啲创作咁样。系咪？有几耐啊？做咗？都系近，主要都系因为我呢个 course 系2年嘅，咁我就喺呢2年度摆咗啲时间，就开始创作咁。之前呢？之前唔系做创作嘅。之前都有试过编舞嘅，即系但主系要。小型嗰啲系叫做，即系兴趣都喺身体工作上边。有冇谂过你成长里边嘅过程，多唔多人去讲身体嘅经验？少啲，其实好多时你可能系跳舞嘅话，最主要佢系讲 technique 啊，嗰方面好少可由身体，即系可能讲啲关于某一个身体部分啊，其实都少嘅，多数系成个你要跟住我架做咁样就得啦。点解会咁样嘅咧？你觉得？我觉得其实，可能系一个社会嘅风气啦，或者好多时我哋都系追求结果，或者追求嗰个外表咯。咁所以就系好多望落去系吸引嘅，叫视觉上比较刺激性嘅动作咧，啲人就会好中意，或者好想快啲学到。咁所以喺教上面都会随住呢一方面去做，咁就反而少咗身体研究嘅嘢。但系好奇怪，我哋一世人都系同呢个身体相处紧，佢唔系净系系得外表噶嘛，我哋最干扰嘅系我哋嘅内边啊嘛，啊，嗯，系咪？系啊。点解我哋咁少去讨论或者去探索呢样嘢嘅？点解呀？你屋企人会唔会同你倾呢啲嘢屋企人唔会啊，完全唔会。佢哋可能真系，其实可能好多人都系当身体发出一啲警号嘅时候，先至会留意个身体。但系发如出果警号都系揾人去处理啫，系啊，揾人去处理咯，系要系嘛？自好己唔少识可处理，系自己唔识处理。你唔觉得好荒谬嘅咩？系啊，其实系。你咧，你自己点去面对一个咁嘅文化社会？点样去面对啊？但系因为我身边嘅人咧，都比较热衷喺可能研究身体嘅，所以我嗰度都 OK，会同佢哋倾下咁样。即系话内外都会去讲，都去研究，系啊，系。呢个好难得。冇之前当，因为我之前我天生就有脊柱侧弯咁样嘅，跟住之后就开始会累积到啲伤，跟住就开始就留意翻我身体咯。嗰阵时，有时好难讲，原来嘅身体嘅问题令到我哋赚到好多经验，系啊，系咪啊？系啊，我哋冇得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嘛。系啊，但某程度上我就系咁样开始。再留意翻多啲身体，真发现多啲嘢咯。但系呢个发现系好难得嘅，系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种经验或者发现嘅过程？
本身其实我对一啲自己身体嘅伤痛嘅嘢咧，系会比较逃避，同埋点样讲咧，就会即系唔开心啦，会有啲质疑咁样啦。不过之后都其实都关之前有上过水池嘅事嘅，佢都会好鼓励我哋，或者俾咗少时间我哋开始面对身体嘅嘢。跟住等佢，你真系要面对噶嘛？因为你当你有嗰个痛楚嘅时候，你再逃避嘅话，你就会可能会越嚟越严重啦，或者其实嗰件事系冇解决到。当你去面对嗰阵时，你就会发现其实嗰个身体唔系即系唔系净系你平时嗰个喐动就已经系一个尽头咯，其实佢可以喐得更多，而嗰种喐得更多嘅时候，会令到你本身嗰个伤咧，系会慢慢咁样减少，或者揾到一个路去知道自己点样喐个身体多啲，或者用其他身体部分去帮翻嗰样嘢。其实有冇谂过，你嘅身体本来就系一个自己识得治疗自己嘅系统嚟？有。但系我哋唔知点解唔俾佢治疗系嘅。啊，呢个系一个重点，其实都系，其实个身体一直都喺度，系。但系自己系，即系或者好多人都系冇留意到咯。点解我哋冇启动呢个机制嘅？我觉得可能系日常生活嘅嘢，或者系有其他嘅事情，觉得重要啲咯。呢个系咪文化习性咧？系啦，呢个系一个社会嘅风气，完全即系好似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读书啦，好多时候都会净系可能理份功课咁样，我哋有好多同学，但系其实佢已经可能通咗好多一顶咁样，或者佢哋个姿势咧，其实系 feel 到，如果佢哋再维持嗰个姿势嘅话，会有身体可能啲颈啊嗰啲，其实都会可能之后有啲痛楚咁，但系佢哋都唔理。但系你点样去理解呢一种现象？即系你觉得系咪变成好似一个社会文化嘅痛症咁样？都社会文化嘅痛症即系我哋 delete 咗个身体好多嘢。啊，都系嘅。因为可能有啲人目标系为咗一啲成绩，或者为咗一啲前途，或者为咗一啲钱嘅时候，咁就唔理噶啦。自好多细读时候就书都系咁样嘅环境长大，系咪？系啊，有冇怀疑过呢种文化咧？都有噶，咁咪做啲乜嘢瞓觉。？OK，瞓 觉即系一个态系会度。搵时间休息咯，而家就系食得，OK。即系你要睇清楚究竟你系要啲乜嘢咯，嗰个当下，因为我身体真系好紧要。其实等于你去上水池嘅工作坊嘅时候，佢其实系将你推到去一个尽头，令到你揾翻一种 awareness 对自己嘅身体。咁你又系 啊。发现原来你系大部分时间都冇同自己身体相处过。啊，系啊，系，好多时都系，或者揾翻嗰啲嘢，嗰啲沉睡紧嘅身体，我只系话，点？你发现自己身体呢种沉睡状态系有几耐啊？系乜嘢令到你沉睡？有咩令到我沉睡啊？我觉得系嗰个生活嘅速度，即系你系直情冇时间去谂个身体，系咁做嘢啊，跟住快啊。但你呢种速度嘅过程，你有冇自己叫停过自己？之前系好少，系嗰阵系好少，跟住而家就慢慢咁样吞翻。OK，你觉得你有冇 choice 去叫停啊有噶，其实系有，？OK，但之前系冇谂过要用呢啲时间去咁样做。点解之前唔会咁样谂，而家开始咁样谂？当然啦，你仲后生，一啲都唔迟啊。
唔係之前，咁你會可能有時間，你會想要其他嘅娛樂嘅。跟住而家，因為當然因為經歷咗咁多啦，跟住自己又跳舞啦，又經歷嗰啲傷患咁樣啦，跟住就覺得係要多啲時間去照顧自己嘅身體，或者 aware 下自己嘅身體嘅狀態。換言之，經歷其實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係係咪啊？是你有经历，你才懂得去讲一些东西。是啊。咁我想你讲下那一天你参与我们开放工作坊的经历又是什么？经历，本身其实我是，你当我那时候的状态是什么都没想这样就又来了。跟住，之前也有讲过，其实水池它佢帶嘅嗰個過程咧，係個 awareness 可能係你望住一支香去燃點，之後倒翻自己捧住杯水，之後你會聽到一啲聲音嘅，嗰種聲音其實好似敲打緊我每一個身體，你要醒啦，你要醒啦咁，跟住之後。當你知道整個身體是你 aware 到整個身體的時候呢，那就開始走，即那個 awareness 是越來越大，那個力量都越來越大，我覺得。是不是覺得原來跟你相處的這個身體很 amazing？ 是啊，是啊。但我們為什麼這麼不給機會他呢？不是經常都有一個水池在旁邊的嗎？有時都是自己的性格，是不是？是。OK， 那如果你講到性格，性格的形成是怎樣來的？性格的形成都是有很多經驗所造成的，我覺得某程度上有些性格，是不是？是。OK， 雖然有些是天生的。OK，即是我们说有先天有后天，是啊是啊。那去到现在的后天，你怎么跟先天对话？怎样跟先天对话？其实都是后天是要理解多一点，究竟我先天或者现在我的性格，你要理解了自己的身体，或者理解了你自己的性格，你才可以跟他沟通那件事。即是不可以 order 他，我觉得是这样就这样。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讲的性格，它是讲一个很大的宝库，一个 genetic memory 来的。是的。有没有去挖掘这个所谓基因的记忆？哇。你现在懂得做的事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很多来自基因记忆的。是啊。可以之后再研究一下这个。是吗？是啊，会挺有趣的这件事件。嗯，可能我和你都其实不是我和你的。再讲多一点那个工作坊，除了水池那一部分，其他呢？其他即是阿鹏那一部分，是阿鹏那一部分，就是我比较惊喜的发现，就是他有一部分是要闭气的。即係吸氣，跟住閉氣做嘅時候，我覺得身體嗰個喐動嘅空間咧，係比我想象中更加大，係直情係我覺得係冇咗一個邊界咁樣去喐。咁奇怪？係我唔知，因為如果根據就咁平時呼一吸，跟住一呼喐嘅時候咧，會 feel 到去到邊度係盡頭，但係當閉氣嗰陣時候，我就好似去了一个真空世界，总之是可以喐得好远，觉得自己可以喐到劲远咁样。但系远极都是一口气的功夫。系，但是不知道那个空间、那个时间的那个空间是有点特异。如果咁样回到去你平日去跳舞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引用翻呢啲经验去再挖掘多少少你的行动呢？我都不会啊，我平时就是用开可能呼吸带动多一点的。因为我之前多数可能是用呼吸的啲动作，即可能你一呼一吸的时候会觉得令到本身的动作能够顺畅一点的，即是个 speed
啊，或者你嗰個動作嘅嗰條 part 係會上出。跟住而家都試一下，如果閉氣嘅時候可以做到呢樣嘢。OK。係啊。咁當由頭到尾裏邊中間，當阿水池同阿盤做緊呢啲嘢嘅過程，就有一個發聲音嘅朋友叫志剛，佢一路穿插喺你哋中間。你覺得佢係干擾緊你啊，定係話佢提醒緊你一啲嘢？兩樣都有。係啦，我頭先都講佢中途係有讀啲一啲字嘅。嗰陣時佢係，我記得佢嘅聲音係一個圓形嚟嘅，圍住個圈咁樣。跟住嗰件事係令到我身體嘅 awareness 多咗，因為係三百六十度咁樣咁樣聽到啲聲。但是可能去到他会用水樽拨一拨你的时候突然是跟着就会突然间跳了出来。最后一条问题想问下你、我们这个计划呢，我们说用行动研究，即是用三个字去讲观、声、震去讲行动研究，你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理解啊？观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啦，我会想是一个观察啦，或者一些 aware 的事情。很多时候创作或者研究，其实因为那个观察其实对于创作或者研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很多时候你要研究那件事，可能本身是你对于 那件事的好奇，而那种好奇可能是源于观察的。是啦。跟住声音啦，声这个字啦。声这个字其实我觉得可以观和声是可以夹在一起的，如果说声的时候。因为是其实是一个观察，除了你要看的时候你都要听。即是你用完整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夹在一起一个感官的一个 term 这样。震观星震啊，震，我现在暂时未想到，不过我觉得是一 group 人的意思，对我来说震这件事。你现在坐在一个地方，你觉得你是不是坐在一个震里？都算是的。OK。是一个什么阵来的？你怎么形容你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阵？我的阵啊，有很多我的生活的东西的一个阵。OK。是。那你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呢？我前后左右。我四周围是其他人的战斗阵。是吗？是他们的做事的。你觉得仿佛他们的阵和你的阵有没有相连呢？有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所以这个阵不简单的，可能是啊。是不是？是啊。是的，我们就是想说，如果我们有这三个层次去重新去看回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怎样去看回这些东西？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觉得你有没有 apply 到这三个？这三样东西啊。我觉得观和声是比较直接的，即是对于我来说。震是一种我已经，我觉得震是其实我已经身处在那里，但我比较没那么察觉的。OK。是啦。跟住观和声是我经常都会即是。我成日可能无论创作或者日常生活都好中意观察啲嘢。其实几得意喎！你话你唔系好察觉到震啦，但你每日由屋企去到任何一个空间，其实你都系穿梭紧好多唔同嘅空间阵式噶。系。系咪啊？佢默默之中咧，其实影响紧你成个身体嘅状态嘅气场。可能系我只系嗰个震嘅其中一点，所以我冇咁察觉佢。系嘛？因为观和声，我觉得是由自己去望的那样东西。OK。跟住震是因为是外界的东西。OK。但是这个外界的东西其实它都是默默是影响你的嘛。是啦是啦。
所以那個 area 就不同，所以我就沒有那麼察覺，但其實一直都在那裡。是，其實 自你在媽媽的肚皮裡面已經在這個陣裡面開始。是啊。好啊，謝謝你阿Yan。好，我們這個月，我們跟著幾個月都還有另一組的工作坊，嗯，就如果你有時間有興趣的都繼續過來啊。